让我们看这个第六章第六章内容。第六章内容，我们利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决定价格的一个理论，来分析现实中的一些政策，比如第六章所说到的政府干预问题 （government intervention）， 政府干预。好，政府干预涉及到各个方面。首先一个方面是价格控制，对价格进行控制。价格控制方面，我看到两种情形，一种情形呢，我把它设置一个下限。这个下限，另外一个情形呢，设置是一个上限，设置一个上限。第一种是一个最低的这个设置一个最低价格，最低价格。如果由市场决定的话，因为价格呢应该是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供给和需求相等的这个位置，这是一个均衡价格 ，equilibrium price。但是有时候政府会认为这个价格过低，市场价格过低，出于某种目的，比方说为了扶持生产，为了扶持生产呢会。希望把这个价格定高一点，定到了这个位置，定这个位置。这样的话，把它设置一个呢最低的一个下限，就是我们这地方所说的 minimum floor， 或者一个最低的下限。这个下限往往会高于这个均衡价格，高于均衡价格。那么带来的结果是呢，它的供给的数量因为过高，供给数量呢会大于需求量，会形成一个过剩，形成过剩。看现实中有哪些例子？价格由市场定价。会低于政府所定的价格。对的，对的，最低工资是对的，正确的，最低工资。这地方也，这个地方应该也提到了一个最低工资标准，最低工资标准，这个地方的最低工资。还有什么例子呢？有时候农产品会有一些政策，在这个市场价格过低的时候，政府会有一个保护价格，会高于这个价格。这样的话有一些过剩，过剩，过剩有各种各样的处理，可能会是政府把它收购起来，把它收购起来，收购起来就意味着这个情况下，政府由政府出面，促使这个供给需求曲线然后诱导，由市场，这是市场需求曲线，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些过剩，这是一个最低价格，两种情形，一种是在劳动市场上非常常见的最低工资法，最低工资法，但是最低工资法呢只是针对最低端的。就业人群对青少年是青少年，因为是一个学徒，刚进入到市场里面去，刚进入到工厂里面去的时候，他的工资呢仅仅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。可是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最低工资，最低工资会高于他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必须按照最低工资雇佣的话，会有这么多的失业，会这么多失业。在有工会的国家，失业者往往是非工会会员，就会带来一系列这个后果。好，这一分析呢非常简单。如果是价格高于均衡价格，一定会是带来过剩，在生产过剩。其他情况下，政府出面把这个产品收购下来，再把它销毁掉。好像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，澳洲政府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例子，有那一年的美丽奴羊大量繁殖，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羊毛在国际市场上非常不值钱，那么为了刺激这个价格，为了维持价格，把这个收购起来之后呢，把它在沙漠里面销毁掉。这是政府出面把价格维持在一个高于市场价格的水平上，高于市场价格水平上。好，这是一个例子。那么这个例子里面还有另外的类型，可是现在我们很少见，就是中国民航。中国民航在10年以前有一个政策是禁止各航空公司打折，禁止各航空公司打折。从武汉到北京的机票大概是1100块吧，好像1100块的样子，全价1100块。但是市场价格是随行就市的，可以随时根据乘客订票人数的增减和调整价格，可能8折、7折、6折等等。那么这样的价格才是呢均衡价格，这才是均衡价格。但是在10年以前，中国民航不允许各航空公司打折，必须按照票面价格销售，那也就是说1100块价格在这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。但是由市场决定，武汉到北京，它可能应该是8折，应该8折，或者是呢？850块钱，或者900块钱，或者750块钱，这个才是一个正常价格，但是不允许打折，不允许打折。那么不允许打折的结果就是呢，会存在出现更多的座位空余，更多的这个座位剩余座位，这就是一个过剩，这个过剩。因为一个禁折令，
禁止打折的这个政策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呢最低限价，最低限价。为了扶持这个行业，扶持这个行业的生产，或者为了因为别的原因，而为这个产品确定一个最低价，一个最低保护价。当然，一般我们知道，既然这个最低价格只有高于市场价格可以配合，如果把最低价格定到这个位置，这个没有意义，因为市场已经可以把价格定在这个位置。所以这个地方的最低限价，最低限价一定是呢在均衡价格以上，那结果就是再来过剩。这是一个政策，另外一个政策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还在出现的，就是最高上限，最高上限。那这种情况往往是出于消费者保护消费者的目的，为了保护消费者的目的而限制价格上限，把价格限制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，规定一个上限，然后在这个位置，不能高于它，不能高于它。但如果是上限的话，这个地方所抓的 maximum available ceiling 应该是呢低于 equilibrium price， 否则的话没有意义。如果规定不允许超过这个价格，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市场价格已经把它限定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如果是最高上限的话，这个价格往往是呢低于基本价格。当然目的往往是从保护消费者，从这个国计民生的角度来考虑的。好，这样的一个价格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结果，在二十年以前、三十年以前非常常见，所有的价格都是限制价格，都是处在那个均衡价格以下，包括火车票，包括粮食，包括肉类、蔬菜是分开的，包括肉类，包括鸡蛋，包括再早一时候甚至包括牙膏、包括火柴等等，都全部是一个最高上限。最高上限带来的结果我们看到了，既然价格很低，那么需求量会非常旺盛，需求量会非常旺盛。好，既然价格低，对生产者是不利的，打击生产者的积极性，所以供给量非常少。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，价格过低，需求数量在右边，同时呢，供给数量，生产者没有积极性，供给数量在这个左边，所以就形成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，shortage， 短缺经济。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短缺，供不应求，这是它带来的这个结果，带来结果，然后由此会产生一系列其他的问题，比方说，这个短缺，然后呢就是排队，我们看到的非常多的排队，包括现在春运的时候买火车票还会出现排队现象，还有这个在一些好的医院、一些热门的这个窗口或者一些有名的专家那个地方，你像北京的同仁医院、眼科等等各个方面。会大量的，因为它有一个看诊费，会看诊费是限制住的，所以这样的话会有一个最高上限，最高上限大量的排队。当然另外一种情形就是黑市了，变成黑市，就是虽然是被控制的价格，但是转身又变成一个市场，只是这个市场是非法的，是政府不批准的，是受到政府打击的，但是呢它还是一个自然生态的一个市场，就是变成一个黑市。那么这个价格又回到均衡状态，倒票，在这个春运期间的倒票，出现一系列后果。那么另外的后果是呢，既然是有这么多短缺，有100个人需求，但是呢，100个人需求，但是供给量只能够满足60个人，那另外40个人怎么办呢？100个人中哪60个人能够获得这些产品？这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最典型的做法，用这个票证来配给 ration 配给。都票证的配置，有粮票，有布票，有邮票、火柴票等等，用这个东西来配置。你不仅仅要花人民币，同时呢，还有相应的票证，相应的票证。这样的话，这就是最高价格上限带来的一个一系列结果，带来一系列结果。那我们在座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见过粮票是什么样子？你没见过？没见过？没见过的话，应该很幸运的。现在粮票非常值钱。因为那个时候的票证，现在如果说有些古板的或者一些比较特别的，非常值钱。可是，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那个时候我们有粮票的时候呢，一斤粮票、全国粮票或者湖北省粮票或者北京市粮票、地方粮票等等，可以换鸡蛋、换袜子、换这个其他的一场，换很少的东西。那个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慢慢的开放了，基本上你不用粮票，你可以用高价可以买到一些商品。
但是现在慢慢这些票证退出市场之后呢，有些票证呢变成一个收藏品，慢慢就有价值。这是在价格上限、价格上限条件下带来的一系列结果，带来一系列结果。好，那么这个结果里面呢，有相应的案例，一个是纽约的租金控制，租金控制，那么相当于我们的廉租房，或者有一些专门针对低收入群体，那么这些房屋针对低收入群体，非常低廉的房租，每个月500美元、600美元，非常低廉的房租，但是大量的人需求，大量的人希望租到这个房，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进行配置，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配置，或者通过排队，或者摇号，或者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方式。但是这个政策呢，实际上这个政策跟中国在中国执行一样，非常不好，非常不好。最终租到这些房屋的还是高收入群体，还是这个华尔街的一些白领租到这些房屋，还是中高层的、中上收入的群体租到这些房屋。本来这个房屋应该是针对低收入群体，可是在比较好的地段，最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或者转租，或者别的原因，被其他人租过去了。比方说我是低收入的，我一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美元，我花上500美元租上这个两居室，但是转手我可能就会以1500美元租给其他人。所以这样的话，这个政策其实在现实具体执行过程中受到很多的批评，没有起到实际的效果。中国的廉租房、中国的经济适用房类似的，是一个类似的这个类似的情况，把价格定得很低，然后配置100个人需求只能够供给60个人，但是恰好呢，获得这个房屋的这60个人是这个收入最高的这个群体，而这个需要的另外40个人需要的往往得不到这个，得不到这个经济适用房，得不到这个保障房，得不到这些东西。那这政策在执行过程中，因为是非市场行为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。最典型的例子是提到过春运期间，这个价格，春运期间的价格远远的低于均衡价格，价格可以翻倍的。可是，在票面价格，从武汉到北京，一个硬卧大概是260块左右，但是可以翻倍的，可以600块一张，在春运期间可以卖到600块一张。这个时候有黑市，或者是排队等等，非常没有效率。但是这也是一个难题，很难解决的一个难题。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例子，最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吧，这种政策是 inefficient， 没有效率，是没有效率。为什么没有效率呢？因为获得这些商品的人可能不是最需求这些商品，最需求这些商品的40个人有可能得不到商品，所以这个是没有效率。好，这是价格政策中的第二种，一个价格上限，这是书里面的这个分析。如果价格上限确定在这个位置是没有意义的，就这张书上的是洛特班底，没有不起约束作用，不起约束作用，因为市场已经把它约束在最高，就在这个3的时候，这是不起约束的一个 price ceiling 价格上限。好，相应的如果是在它的下方，这个就是能够起到约束作用的，这个是一个 price ceiling，就是那意思，班底可以约束的，你不能通过它，这个就有意义了，对，有意义了，又把这一块可以把它取消掉了。如果没有这个政策，价格会往这个方向上升，这是价格上限，价格上限。那么这个结果呢，我们其实已经分析了，我们可以在书里面看看相关的这个，这个数字，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短缺，这个部分是短缺。好，再看一下价格下限，价格下限，如果不起作用，价格下限应该是在下方，不允许它提高。为了维持物价稳定，或者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利益，把价格限制在一个这个水平上，限制在一个水平上，一个价格反了是吧？价格上限是，对，价格上限是维护消费者利益，这个是。从供给方出发的，为了扶持生产，为了支持生产，有更多的积极性，为它制定一个价格下限，不能低于它，必须高于它才行。当然，初衷是保护生产者，保护生产者生产一方的利益。但是如果把这个价格定在这一点以下，
市场本身就可以达到这一点，那么这个政策呢就是空的，所以这地方所说到的 lot funding 不起约束作用，不起约束作用，也起约束作用是在上方，但是在上方的话会带来一个过剩 surplus， 带来一个过剩。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过剩是这一段，因为这个是供给量过高之下过少的需求会有这么一个过剩。从数字来看应该是40个单位的过剩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分析，对政府政策的一个分析，价格管制政策。价格管制政策，一种是价格支持 price support， 价格支持，所谓的价格支持呢，也就是把它设定像刚才所说的设定一个下限 low， 下定一个下限不能低于它，这是一个价格支持政策。另外一个是价格限制政策，价格限制政策呢是设了一个上限 price ceiling， 在这个下方。这两个政策各自带来的结果是什么，我们刚刚分析了一遍，事实上两个政策都是没有效率，都没效率的。接下来我们讨论另外一个重要政策，对商品征税，对商品征税。如果对商品征税带来的影响是什么？带来影响是什么？好，这里面带来影响呢分两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对均衡价格、均衡数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第二个方面，这个税收是谁来承担？税收谁来承担？再具体一点，征税的时候呢，可能会对不同的人征税，比方说对购买者征税，对购买者征税，把这个价，把这个税收打入到价格里面去。对我们在座的每个消费者而言，我们所购买的一本书39块钱，包含着税收在里面，但它不会写出来，我们不知道的，不知道这个税收的，它是在里面的，这是一种情形。另外一种情形，可能我们有同学在国外交流过，出过国，在美国又看到了税收，它有一个价格，这个价格呢30块钱，但是你付出的费用呢超过30块，可能会有一个联邦税，或者有一个州税，或者两者加在一起。如果加在一起的话，美国应该是15%的税收，30块的基础之上，另外再加15%的消费税，这是明确的在外面的。商品的价格是30块，那么另外再加这个税收，你的总支付是 price plus tax， 两个加在一起构成。但是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，税收是包含在价格之内的。我们想想看，两种征税的方式对结果有没有实质影响？有实质区别？对结果的影响有没有实质区别？有没有？没有实质区别。为什么呢？都会转嫁是吧？是不是都会转嫁？对消费者征税，我会激励的降低价格，让这个生产者承担一部分。对生产者征税，生产者会极力的把这个税收打入到价格里面去，提高价格，让消费者承担一部分。那么最终的结果是呢，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。这样我们就需要接下来需要讨论另外一个问题：谁承担的份额大一些，由什么来决定？这就是我们在这一部分要讨论的。好，先看不同的形式。第一种形式是，对购买者、对消费者、对买方征税。买方征税 ，tax on buyer， 对买方征税。看看这个征税，根据我们在第4章，也就是这一讲的第一部分给出的理论框架，如果有一个事件发生，这个事件是税收。如果税收发生，带来的影响是什么？分三步，看一看这个影响是影响到哪一方面。对生产者征税影响什么？购买者，说错了，对购买者，对需求，影响需求，对吧？好，对于需求而言是导致需求增加还是减少？导致需求减少。好，这是它对市场的影响。首先呢，第一步影响的是 demand side， 需求变。第二步是呢，demand decrease， 减少，需求减少。需求减少的含义，我们在这个曲线上来看，橘黄色的线向哪边移动？向左。刚才说向下。为什么要收回去呢？上下不对吗？对。对不对？上下也对。上下怎么理解的？同样的数量下，
购买一本书，必须降的价格，是不是？这样的，或者说，如果你还是维持39块钱一本书，我购买的书的数量就会减少，往左变化，往下变化，都可以理解，都可以理解。好，那这种情况就意味着，整个心理曲线向左移，或者是呢向下移，向下移，价格维持不变，市场的需求量会减少。如果要让整个市场维持相同的购买数量，必须降低价格，必须降低价格。所以这是呢，第二步，它的需求量，需求减少，需求减少。那么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我们会看到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它的均衡数量 ，equilibrium quantity， 和这个均衡价格 ，equilibrium price， 都会跟着减少。更是现实，需求量有没有变化？需求量怎么变化？需求均衡，均衡量，均衡量怎么变化？均衡的价格向下降。如果继续维持39块钱一本书，需求量减少这个位置，这些书会库存起来，会这个卖不出去，卖不出去，积压起来。为了把这书卖出去，必须得降价。然后呢，就是价格降低，那么这个供给量也会减少。本来要卖这个100本书要卖出去的，现在价格降低了，那我们只卖80本，另外20本呢，等待明年再卖，等待以后再卖，这样的话供给量也会跟着减少。到达这一点的时候呢，重新想的，供给数量和需求量在这点上重新想的，达到一个新的均衡，这个均衡。所以第三步看到的是。这个地方的 equilibrium quantity 和 price 都是呢是向下变化的 ，decrease 向下变化的。好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讨论的是税收的负担问题，税收负担问题，双方都负担，原因在于呢，最终是支付的费用是原来的价格再加上一个税收的部分，税收的部分。在这个曲线上，我们看一下。如果对于商品征税征十块钱，各负担多少，怎么在曲线上展现出来？首先第一步我们想确定的是供给曲线往左移动距离多大。当然更好的分析是向下移的这个距离十块钱是吧，因为这个价格是我原来价格，这个39块是我接受的。但是你要征收10块钱的税收的话，我只愿意接受29块的价格。这样的话，一共还是付39块钱，维持这个数量。所以，如果这是一个单位税收，每本书10块钱的单位税收，这就意味着呢，整个供给曲线下移，跟这10块钱相等的一个距离，对不对？这移动的这个距离可以确定下来。移动一个下移一个单位税收的距离，单位税收。当然，如果我们再根据需求函数，可以确定左移的距离有多大，但是这要根据函数来说明，因为没有具体函数形式，这个判断不下来。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，这个距离是单位税收，单位税收。好，单位税收这个地方的纵向距离是不是10块的？是不是？也是的，任何一个数量上面。要让我维持原有的购买数量，价格都必须下降10块钱。降了十块钱之后，这就意味着呢，我花的价格是在这个地方，我花的价格是29块。另外我还有一个税票，还交税，再加10块钱的税收，两个合在一起，构成我的全部的支付。是不是？向下移动。好，向下移动。这个距离是单位税收，这个距离是单位税收，这个距离也是单位税收，也单位税收。这个是原有的价格，这个是现在的价格。能不能看出来，10块钱的税收，生产者承担多少，消费者承担多少？看一下，这个是单位税收，这是单位税收，这个也是单位税收。这是原有价格。这个是新的价格，但是对消费者而言，
除了支付这个价格以外，还能额外的支付10块钱的税收，曲线部分。对生产者而言，他得到的就是这一部分，就是29块钱，啊，不一定是29块，就是这个价格，就这个价格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是虽然他收到手里面，暂时拿到手里面是在政府保管的，要马上要交给政府，交给税收的形式交给政府。他得到的是下面的，是消费者支付的是价格再加上，就是。那看一下，生产者少得到了多少？哪一个部分？哪个颜色？蓝色。这块曲线。生产者少得到的是蓝颜色的部分，曲线部分，是不是？因为这是原来得到价格，这是新得到价格，少得到这一部分。所以依据推理，我们可以认为剩下的这个曲线蓝颜绿颜色的消费者支付，可以推理下来，你可以直接的判断这部分就是消费者负担的。怎么看？原来消费者负担多少？39，这个地方39块钱是吧？这个价格全部的没有税收，没有税收。好，那么现在消费者支付的可能是呢，比方说是在这个地方是35块钱，35块降低了，从39块降低到35块，可是另外要付40块钱的，付10块钱的税收，一共是45块，相对这个39块而言，多付了多少？6块钱，多付了6块钱，多付的部分是这一部分。这是原来支付的全部的费用，这个地方是现在支付的全部的费用，包括价格，这是价格，包括税收，这是税收。这个地方是35块钱的价格，再加10块钱的税收，就是45块钱。这是39块，这是45块，多付出了6块钱，多付6块钱。让我们可以判断这个部分。上面的部分是消费者负担，下面的部分是生产者负担。那有没有问题？分割成两个方面，所以如果回答谁支付了税收的话，应该是双方共同支付，双方共同支付。这是对购买者征税。好，书里面的图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书里面的图。没有税收的时候的均分价格，这个焦点上面。如果对消费者征税，下一从第一变到第二，第一变到第二，然后均分价、均分数量往左下方变化。然后我们看到相应的这个分割，税收的分割，原有的价格是3块钱，原来价格3块钱，新的价格是那个税收价格是280的那个下方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要另外支付5毛钱的税收，5毛钱的税收，这个地方是50美分的税收，50美分的税收，按照这一点分割。现在分割，原来支付3块，现在支付2.8美元，那么一共呢多支付了这两者啊，不是多支付了，是吧？在两点，在价格是2.8美元，但是实际的支付是3.3美元，因为加上这个50美分的税收。好，3.3美元相对于3美元而言，多支付了30美元，这是消费者的，是吧？这是消费者的。对生产者而言，生产者的原来得到3美元，原来得到3美元，但是因为征税的问题，因为征税的问题，价格不得不降低到2.8美元。当然，2.8美元之外，再带政府收50美分的税。这2.8美元是呢，生产者自己得到的，自己得到的，不得不呢和消费者共同负担税收，把价格降低一点，相对于3美元而言。多付出了
啊，少得到了，少得到了2美元，20美分，少得到20美分。这是对购买者、对削发、对消费者征税带来的结果。然后这上面呢都有相应的那个文字说明，相应的文字说明。对购买者征税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另外一种情形，对销售者征税，对市场法征税。完了之后，我们再比较看一看，是不是一样的？结果是不是一样的？把第四章里面的程序我们拿过来用，对市场者征税，首先影响到哪一方面？供给方面，对吧？影响供给方面。其次，供给怎么影响？供给会减少，向左移动。客户也认为向上移动，是吧？要销售同样的数量，因为税收增加了。要把全部的税收打进去，所以是上移，上移一个和税收相等的距离。第一步影响供给，第二步供给是减少的，供给减少。那么供给减少，意味着整个供给曲线应该是向左移动，向左移动，或者是向上移动，向上移动，一个新的线。移动的距离是单位税收，正常单位税收，或者50美分，我们用书里面的数据来说，50美分。好，第三步就是对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那个影响，均衡价格、均衡数量的影响。针对消费者而言，税收是包含在价格里面，包含价格里面，这里面价格是含有税收的，不再是在税收以外。原来的价格在较低的水平。征税之后，价格提高到这个位置，同时均衡的数量或者均衡的数量，这是第三步它的一个影响。好，再看一下，谁来支付税收？谁来支付税收？单位税收，右边一个粗的线段，用来表示单位税收，但是每一个纵向距离都有一个单位税收，这也是一个单位税收。好，看一下这种情形下生产者负担的税收是多少。我们已经把这个单位税收拆成两块，上面的部分是绿颜色的曲线，下面的部分蓝颜色的曲线。生产者负担的部分是哪一部分？蓝颜色的，对不对？蓝颜色的怎么判断的呢？原来得到的就在这个价格位置，然后在征税以后，生产者收来的价格，含税的价格，在这儿，是不是？含税的价格，这个税收只有生产者知道，消费者不知道，消费者只看到了这个价格，但这个价格里面，整个的虚线，整个的虚线要缴纳给政府，生产者非常清楚，那么生产者得到的，是在这里，这是得到的。相对于原来得到的部分，少了蓝颜色的部分，少蓝颜色的部分。那相应的，剩下的部分就是消费者负担。我们也可以直接的来判断，直接得出结论，说这个蓝绿颜色的曲线是消费者负担，看看怎么判断。消费者原来支付的价格在这个地方，新支付的价格。上升到这个位置，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多支付了绿颜色的曲线，所以这是消费者负担。这样的话，把它人为的分割成两块，在这个地方把它分解成两块，税收的把它分解成两块。对供给者征税，好，看一下书里面是怎么描述的。对销售方征税。没有税收的均衡价格，焦点上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这个焦点上面，数量是100，价格是3美元，刚才一样。好，接下来征收50美分的税收，对冰淇淋征收50美分的税收，意味着供给曲线上移的距离50美分，上移距离50美分，可以把它给确定下来，
上游区，这个地方呢已经描述清楚了，使得那个 double echo shift upward 向上移动，而且数量呢是这个数量50美分，上移或者是呢左移 shift to the left 向左移动都可以理解。上移可以把这个距离确定出来，要更容易看出它的移动程度，往上移。好，新的价格就变成3.3美元，3.3美元包含税收在内，均衡的价格3.3美元。原因是，如果继续维持3美元的价格的话，供给量在这儿，供给量低于需求量，供不应求，会存在着短缺，促使价格上升，售价上升。好，比较起来我们可以看到。在这个没有在原来的价格是3美元，在这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，把税收扣除掉，把这3.3美元的价格中，把税收扣除掉，剩下的部分是2.8美元，这是企业得到的，这是企业得到的，企业收上来的是3.3美元，但是净剩下的是2.8美元，2.8美元。那么判断起来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应该是30美分。是由消费者负担，30美分，对企业而言少收到了20美分，少收了20美分，企业负担的，人为的把这个在这个地方，通过曲线，人为的把它分割成两块，企业负担的和这个生产者负担的和消费者负担的，相应的我们看这地方看到了有些文字说明。下面我们再看一下，对销售者征税比较一下，和对生产者征税，结果是不是一样的？为什么认为是一样的呢？有没有证明？没有证明吧？只是凭借我们的直观的推理，好像觉得对生产者征税它会抵制转嫁，对消费者征税同样的会抵制会转嫁，所以税收由双方共同负担。那么是不是无论对供方征税还是对需方征税，双方负担的份额也都是一样没有变化的，是不是？不是吗？有没有变化？有变化还是没变化？想象一下，双方负担的份额不取决于对谁征税，无论是对销方征税、对供方征税，还是对买方征税、对消费者征税，双方负担的份额都没有变化，双方各负担的份额呢，都是在两种情形下都没有变化，都是一样的，会不会是这个结论？好像我们可以确定，无论对谁征税，一定是双方共同负担，这可以确定是吧？那么第二点能不能确定，无论对谁征税，每一方负担的份额是一样的，没有变化。为什么有变化？要不然他这个税收征到谁身上不是没有意义？征消费者或者征是没有意义啊，是没有，除非是你是除非你不了解这个税制结构，除非你不能够计算这个结果，是有那就有意义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就不是我们所说到的理性的购买者，你没有计算能力的时候。如果有计算能力，非常清楚这个税制结构是什么样的，对哪一方征税没有区别。如果要有区别的话，只能够呢依赖于消费者没有计算能力，依赖于比较笨的消费者可以做到这个结果，可以欺骗消费者。但是如果消费者能够对这些如果非常理性，有强大的计算能力，像计算机一样的计算能力，能够遁入光谱的观察各种各样的真实事件，不能够欺骗消费者的，没办法欺骗消费者的，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征税的方式，结果都一样，没有变化，结果没有变化，结果就是这样的。我们看第二点可以证明的，现在我们用这个曲线来说明，来比较一下，我们看到这个左方，左边这个是看到这个是对谁征税，
对于生产者对吧，征收五十美分的税收，一个冰激凌征收五十美分的税收，好，是供给曲线上移零点。我们再比较一下另外一方，另外一方面还是这个供给曲线和这个需求曲线。那么为了对比，我们把这个呢移植到这边来，移到这边来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对买方，对消费者征税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原始均衡移植过来之后会是什么样的，征税之后又是什么样的。看一下这个地方的，目测一下这个需求供给曲线和这个供给曲线是不是同一个，是吧？因为我们就是这么拷贝过来的，复制过来的。这个地方的需求曲线，这个绿颜色的黄颜色的需求曲线跟这个需求曲线是一模一样的，位置一样，频率一样。这个地方的均衡价格，我们看到就在同一个位置上，均衡数量，下面的均衡数量跟这个均衡数量也在同一个数量上面。这个没法比较，因为在两边，但是高度上面这个价格是一样的，可以确定下来。所以这个是这个地方均衡点跟这儿均衡点是完全一样，同一个东西，同一个均衡，同一个均衡。好，在右边我们要讨论的是针对购买方征税，影响哪一方面呢？需求，对吧？需求会减少 shift to the left， 向左探索变化，或者是向上变化 upward 向上变化，单位税收的距离我们可以把它确定下来，按照这个咖啡色的这个线段的距离把它确定下来。那么这样的话结果就是这个刚说错了，向上变化，向下变化，变化的这个距离跟这个是一样的，是吧？跟一样。那么为了跟这个对比，我们看到的这个距离跟这个都是相等的，都是相等的。好，向下变化，整个曲线左移，或者是呢，刚说错了，应该是呢下移，不是上移，而是呢 downward 的下移，下移一个跟税收相等的距离，跟税收相等的距离，价格降下来，然后呢另外再支付这部分税收，所以价格必须降下来。那么需求曲线呢是下移，新的均衡点在这个地方，但是消费者实际支付的是在这儿，这个地方的价格再加上这个地方的税收的数额，好，整个的需求曲线左移带来的结果，我们看到的均衡点从原来这一点是往左下方，左下方移动。移到这个地方来，然后这个距离这是一个纵向距离，这是单位税收，这单位税收，这个单位税收跟这个单位税收跟这个单位税收的都相等。我们看到这是两条需求曲线之间的纵向距离，两条需求曲线之间的纵向距离，这个是两条供给曲线之间的纵向距离，所以任何情况下这个都是相等的，都是相等的。那我们现在为了比较，我们在这个同一点上，同一个位置上画一点，在这个位置上画一点，然后呢这个地方画一个单位税收的这个线段，把这个卡开，然后这个地方呢正好呢隔开，正好这个地方呢跟这个新的均衡价格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相交，然后呢顺下来。然后我们再来比较两种情形下双方各自负担的税收是不是一样的。好，先休息一会儿。